阳光给的倒是挺充足，不过呢，这部有个要求，就是清理掉场面上所有字幕，其他的都好说，是吧？那帝子王这个就不好说了，并且有三个帝子王，而且这部获取阳光还是挺有难度的，毕竟有三个导向戟，还有两排的这个阳桃，以及后面随机伤害的卷心菜，感觉有难度，不过无所谓，上面的武王过来了 ，OK， 直接被杨桃秒了，好吧。一个打的话，他撑不住，这坚果撑不住的，完了，冰策直接被一个随机伤害搞定了。不过呢，可惜了，辣椒没有炸，烦人。剩下中路这一个导向戟，先给他拿下，可以，至少场面上没有打真实伤害的了。那好，这两排的阳光别延误呀。歌颂这种平凡，依然是唱不完。一个圈一个车车，直接一个搞定了。这样怎么游戏？九百阳光，拿头过，除非上下两路各来一个巨人了。当然，这是不可能。已经没办法了，阳光不够了，再解决还剩一路没干掉呢。毕竟还要清理场面上所有的植物呢。一个气球被打掉 ，OK， 解决不掉全部，但是呢，只剩下一口了。夏绿茵小喷帽可以撑住解决掉一颗的。现在得想办法，先把两边的这个导向戟先解决掉，至少得清理掉他们，我就好办了。可以，等这个矿工一露头，哎，矿工这不可以啊，还干掉了一个帝次王。武王又是这个位置出来不行的。其实杨桃的效用和真哥是一样的。他这个位置出去的话还是会被秒掉的，完了别坐下来，漂亮，上了这个极限了，不着急，可以吃掉并且秒掉是可以做到的吧，不着急，应该可以撑住了，中路给他吸引一下火力，漂亮，上路解决掉了，并且把中路的阳光也获取了，还可以吧，下路呢还剩下下中两路，可以，那一个红眼就没问题了，坏了，这武王来这个位置绝对扛不住的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位置来了个铁门，大爷过。